I've seen you in a movie, I heard you in a song. Now I know that this will never go wrong. Like you already knew me, that's why we get along. Yeah, I know that this will never go. Ooh, it's cinematic in the way we connected. Girl, you're so familiar, I never expected you to be right in my arms. My favorite part, how you talk in the dark. Oh God,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e sound of you is stuck in my head. I'm hopelessly romanticizing all that you said. Even though I see that I'm in too deep, I still gotta let you know that I never wanted anyone. 불어라멘다요, 막 불어라. I felt this feeling before. 今天来到了啄木亭旁边的海之风 Hotel 这边，海の風。このお茶はうちの。飲んでいい。コーヒー？うん、お茶です。他们还有附自己公司的点心哎，好可爱哦，是饼干。甜酒跟樱花的テリーヌとショコラ。哦，他们家甜点的巧克力很厉害的意思吗？这边可以喝免费的饮料，然后你可以看这个庭院，这样哇，好享受哦！这边就设有自动咖啡机，你可以喝你喜欢的饮料，这样是美林咖啡哦。他们这边的卖店实在太高级了，如果想要买普通的土产的话，啄木亭的卖店还蛮推荐的哦。我像老奶奶逛大街，哇，这边好高级的感觉哦。现在日本禁烟很严重，所以他们每一层楼都会设这种吸烟专用室，你就只可以在这个区域吸。Hello， 大家，今天是开箱影片。我们今天来住的是韩馆的海峡之风，是 Nokushi Kanko 的系列。然后大家知道 Nokushi Kanko 的话呢，它在北海道有三间比较著名的，就是比较有名的高级饭店。第一个呢就是洞爷湖的 Nonokaze 乃之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韩馆的海峡之风，就是今天住的这间饭店。第三个的话我知道是叫做绿之风，就是 Midori no Kaze， 可是我一直不知道它在哪里，它感觉好像离我就是离我们洞爷还蛮近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呢，下次跟我说，我就带大家一起去住好吗？那今天呢这个房间平常入住费用呢是要一个人大概20000多，就是含早餐跟晚餐，但是因为透过朋友关系，我们住这个饭店呢是一个人12000块钱，其实还蛮便宜的。然后呢朋友也说可以拍他们的浴场，就是快点拍拍，然后快点介绍这样，所以我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间饭店有多漂亮吧。今天住的是边间的房间，所以不用怕吵到别人，就是我们是最边间这样。进来呢大家会看到一个超级无敌大的玄关，超级大的，就是可以两个人躺在这边吧。进来有一个镜子，嗨。然后这个我也还没开过，哦，是厕所。好的，这里面是一个厕所，而且厕所超大，这样其实还算蛮大的吼，是一个独立式的厕所。接下来玄关进来呢，我们会看到一个超级无敌大的客厅。男朋友现在去洗澡，所以他不在。他原本桌上会附的点心呢，是这个是我刚刚去韩馆那边买的。他们进来的时候呢，会给你一个迎宾茶点跟迎宾点心，就是这两个饼干我们没有吃。接下来房间里面会放他自己的，有点类似和果子，野口集团一定会附的。
这个饼干。那这个的话呢，是他们的客房服务，就是可以跟他要酒杯跟红酒杯，然后还可以要冰块，都是免费的。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跟他们打电话跟他们要这样。另外呢，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呢，因为这间饭店它是跟啄木亭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你是可以使用啄木亭他们家的设施，就是可以去他们家洗澡啊什么的。等会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啄木亭他们的浴场是怎么样的。这个电视可以转，是我没有见过世面吗？你们看这个电视可以转呢，它应该是为了可以让客房的人也可以看到电视，所以它是可以这样转的，很棒。不知道是不是一样，就是我喜欢跟男朋友一起，所以或者是你带小朋友的时候呢，两张床分开就很麻烦。它像有一种围并起来的感觉，还蛮方便的，就是很适合给带小朋友的家庭一起来住。介绍完可以转的电视以外呢，其他他们的备品，他们的话应该有这镜子，这是啥？这是 memo 啊，还有附热水壶、咖啡机、一般的电话跟卫生纸。他们只有 Ushoku 晚餐的话只有6点跟6点15分可以选，然后早餐的话呢是7点30分就不能选，就是这些时间你可以自由的去。下面的话呢有金库，但是我之前有说过，因为锁在金库里面的东西都很容易忘记，所以我们本身是不会锁任何东西在金库里面的。你知道之前啊，我们饭店有客人，他就是黑色的钱包，然后他为了不要让别人拿到他的钱包呢，他把它这样子放在这边，你知道吗？这样放，就是不是平的放，是立着放这样。后面他走的时候就忘记带钱包，他打电话回来，我们每个人员上来看了3次，就是没有看到那个边边，你知道那个跟这个颜色简直融为一体。我们就跟他讲说没有钱包，结果那客人就超生气的。那客人就说：“你们现在是想要偷我的钱吗？怎么可能会没有钱包？我明明就是忘在那个金库里面，锁在金库里面的东西怎么可能会不见？”我们跟他说是什么颜色，他说是黑色的钱包。我们说黑色的钱包，您是怎么样放的呢？你是平着放还是怎么放？他就说他是斜着靠着墙壁放。后面我们认真去考，在旁边，你知道吗？就哦，终于找到，我说啊，真的是摩西亚克古在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那会帮您送过去。我觉得他们这样放在金库里面，还放在这么边边，然后忘记了之后，就是我们去没有看到，就会造成很多误会啊。他就觉得好像我们要偷他钱一样。冰箱，啾，这些是我们自己备的酒，他会送2瓶水啦，来，水在这儿，然后这边。这个一般的嘛，就是糖、砂糖什么，还有它的咖啡啦。这个应该大家都有看过，就是放在上面那个咖啡机的咖啡。然后这个空间的旁边不知道为什么有个柱子，然后这边有一个空气清新机，一样是 Panasonic 的，大家熟悉的那一台 空气清新机加加湿机。然后这边有一个餐桌，不知道是要给大家办公还是拿来打牌的，有一个衣柜。这边的话就有他们的 Yugata， 就是管内衣。然后呢，下面一样拖鞋一次性的。然后他们通常温泉饭店都一定会附袜子给你，另外附的浴衣。女生他有分中式跟日式跟西式的，还蛮不错的。然后下面是一样是 Yugata 这样。接下来就一样床，然后这边有一个加湿机，小型加湿机，来拍个跳床吧。我从来没有跳过床，对不对？我来帮你们测试一下这个床有没有软。他们的浴室超可爱的，你们看这个浴室真的超 Q 哎、欸！就是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超 Q 的，这个。上面是这种冲式的，然后下面这样的，它是给人家坐在里面的那一种，还蛮可爱的。房间就是有附他们自己的洗澡的镜子什么的。嗨，接下来呢就是旁边的是什么？洗手台。那现在还有分两个，就是男生女生不吵架哈。然后洗手台上面呢一定会有吹风机，然后他们都拿这些洗粒子的东西，洗头发的什么擦头发的都有。漱口杯，然后这个是男朋友的，这个也是男朋友的，就是烫离子烫跟他平常会用的 set， 然后这边是乳液等等。这边还有房间备品，应该大家都知道。然后 tower， 不得不说房间比较大的话，开箱要讲很久，还蛮累的。但讲完了，
成功耶、yeah！话说没有介绍窗外的景色，大概就是这样。这栋就是啄木亭，下面就是他们两个合在一起的中庭，人家家的饭店咯。饭超漂亮的，怎么有这么多伞？他说可以拿这边国立用的赛尼就一个大赛。这个伞里面做的很细致哎，你们看，好美哦，没有很多。合适的房间，而且现在很难得，它这个是吸烟房哎、欸，好难得哦！现在都已经没有吸烟房了，还会放嗨杂啦。点心跟我们家的是一样，就是跟孩子风是一样。但是你看金库啊，还是冰箱就有一点点的就景色看一下，还蛮漂亮的。他们的停车场是海之风跟啄木亭是一起用的，还可以啦，不错。我们就开销完毕，这边是有喝到饱的哦，60分钟的话是2200，但是我们没有要点喝到饱，我们点单品的，因为朋友他还会来我们房间一起聚聚，我们如果喝太醉的话会太对不起他，所以我们就点单品的。啤酒的话呢，一杯是770日元，然后点两杯这样。嗨，もしよかったらホタテのバター焼きとエビとこちらの天ぷらをおすすめしますので、2つずつ焼いておきますか。お願いします。别的加一吗？嗨。
シューマイ。今日一日をお疲れ様でした。这个太厉害了，这个我不多吃几个不行了。这个好大嘴，太赞了吧！这间餐厅呢，都是海鲜料理为主的，像刚刚拍的这个，也都是茶碗蒸，也都全都是海鲜为主的，没有肉这样。エビとホタテは3人ずつで、はい、4つずつでお願いします。这个是萨蒙的柠檬 steak， 看起来超赞的，是那种点了他会送过来的那种。这边其实他的服务都是点了会送过来的啦，这个也是。哇，这个炭的香りがすごい強くて、それで美味しい。焦げたっていうか。是用中国杨贵妃喜欢的荔枝跟茉莉花茶下去做的果冻。危なかったですね。
艾斯，然后跟他的所有甜点加上 melon， 这个是 cheese 蛋糕，他们说这个是仿罗浮宫做的，太好笑了。melon 就是要配牛奶冰淇淋，他们说这样很好吃。好卖。好的，我要做结论哦。整体来说呢，他们这边的餐厅的东西都蛮好吃的，只是如果你是没有很喜欢吃海鲜的人的话，就不太推荐，因为它是完全没有肉，都是海鲜类的，就是烤虾，我最推烤虾跟它的那个巴塔秀鱼火塔的，那个超好吃。你看上面有爱什么？上面有星星，好可爱哦！咬一半。白巧克力，然后外面是麻吉，还蛮好吃的。豆沙，白巧克力豆沙的感觉，然后外面是麻吉。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苹果的什么东西，橘橘鹅唇的。我是那种喜欢先吃之后才会开始去看菜单的人，所以我一开始吃到这个蛋糕的时候，我被那个口感吓到，然后快去看菜单就发现上面是毛豆，那个味道还蛮令人惊讶的，觉得他们的料理长很厉害，可以做出这样的甜点，很有创意。是马妹的味道，没错。我怎么没有？唱球。哇！哎，他们家的甜点程度很高哎，好好吃哦。完了，我明天早上又要狂吃甜点。Writing and I'm writing